啲學生係咧，即係爺爺我媽媽朝頭早，佢哋咧下晝咧就偷師啊，我摸下，因為夜晚黑咧，你媽爸爸媽媽外婆咁，我覺得即係你啲後生咧，一家大細有啲唔同嘅選擇，同埋咧多一點嘅 different customers。係，冇錯啦。其實呢，還有一個 function 就是這個膝蓋熱療，無論是你的小腿啊、你的腳板都有這個熱療的功能。所以当你坐下去，特别是家里年长的人士，下个星期五金节嘛，买给爸爸妈妈，哎，有可能有时候我们很久才回来家里，买一个按摩椅给他们，晚上呢他们可以按摩一下，更好的入睡，也多帮助睡眠啊，促进血液循环啦、啊，然后还有缓解那个关节痛，哎，快高脚带，还有快高脚带，摸摸咗成个人啦，都精神爽快啲啦，系啊系啊，好似头先你讲啦。奔波勞碌嚟到奔城，咁你去跑下步，之後做個按摩椅，夜晚更加好入睡。有時朝早最緊要咧，佢用快速；有時朝早咧，可以喺按摩椅嗰度咧，好快速咁十五分鐘。即係一起身洗完面就係啦，好輕鬆咁十五分鐘，將個人 blood circulation 咧即刻加快，跟住身邊又得唔快。係啊。之後佢多十分鐘、十分鐘，我諗完全可以幫到成。没错，同埋佢有五个按摩椅，这个五个按摩的这个模式，对，然后还有这个 AI， 就是说可能爸爸妈妈不会用物理 technology， 我不会，不要紧，就是它有这个。